台湾山，这是嘛是咱正统吼，咱北部山哦，那就是来自咱大坑水咱的金峰山哦，就是我们的台湾狮，嘛是咱北部山哦，嘛在变成蛤蟆山哦。那为什么呢？叫做开口狮？大家可以看到哦，他们的嘴巴是会一开一合的。那咱南部山哦，一起就没有像这样子打开哦。那再来的话，就是呢，我们北部狮呢，那边蛤蟆山呢，他们呢嘴巴就犹如那个，有的是做圆形，有的就好像是盒子一样哦，会发出咔咔咔的声响，所以他们也称为蛤蟆山哦。谢谢。谢谢我们的吉普斯，感谢。在所有的众信众，大家会当福气安稳，四平不灾。来恭迎咱泉水祖师十六祖，我们十六祖吼，第十六祖吼，咱泉水祖师第十六祖吼，恭迎。大家心中有时候都会打一个问号啊，那我这么远哦，哎，没有办法像他们这样子啊，在教前面来拜拜，那我应该可以怎么做哦？其实很简单。